到底走左前方还是右前方呢？还是走左前方？这条路比较宽，看好到底是哪个位置。速度太快了，刹不住车，差点冲到水坑里去。左边还有两条路，这位大哥说前面过不去，越野没有过不去的路，还是得过去看看。原来是他们汽车在这里过不去了，从边上进去，准备进山了。前面这位小伙差点翻车，放手！这位眼镜撞到树上去了。到前面去看看，前面是大下坡，算了，还是掉头回去跟着大部队走。还有一辆小摩托，后面还有一辆两辆。